这些年我不错了，前面那小子死路都给，要他冲了过，刘翔买路财。哎，大哥看脸，我被打劫了。哎，这个小子打劫，不让人骗，是我招的吗？就这，怎么回事？这再怎么拍怎么了呢？我的脸都破样了呀！大夫，我以为传染气儿呢，这小孩下面真扎一样疼呀！这，哎呀，飞行猴得了气胸啊！这猴目前没有调整疫苗，多锻炼，增强身体免疫力吧。